欢迎大家收睇六至十四个月婴幼儿健康饮食进展篇嘅上集。B B 喺六个月至一岁期间，会慢慢接受到唔同嘅食物质感，尝试多类型嘅食物。佢仲会开始自己攞住啲嘢嚟食，而食固体食物嘅次数同份量亦随之增加。以下我哋一齐睇下家长可以点样配合 B B 呢一连串嘅转变啦。我是嘉嘉，在我六个月大的时候，妈咪就开始给我试吃婴儿米糊和少少食物用。我听到健康院的护士姐姐和妈咪说，要慢慢改变食物的质感，等我可以学下咬烂的食物。护士姐姐还说，我现在需要吃多些铁质丰富的食物，所以妈咪就加咗啲菜同埋肉落糊仔度俾我食。我食多咗糊仔，慢慢就食少咗奶咯。我而家仲有食奶个，因为妈咪知道母乳唔单止好有营养，仲令我嘅抵抗力好啲，冇咁容易病。寻日妈咪仲赞我叻，识得用手攞嘢。妈咪说，迟啲俾我自己揸住啲菜菜同埋匙羹学下自己食嘢添啊！好嘢！嘉嘉嘅妈咪就做得啱啦。家长要因应 B B 嘅进食情况，为佢预备质感同营养合适嘅食物。B B 啱啱开始食固体食物，只能够食稀同埋诱惑嘅糊。或者是溶状食物，大约两至三个星期之后，你就可以将米糊和瓜果蓉整得结一点，同时给他试下吃稀粥。当 BB 习惯了，你就可以先压烂或者是整碎一些比较腍和没什么渣的食物给 BB 练习咀嚼，例如是蛋黄和豆腐。等他熟习了之后，就可以给他试下吃剁碎的菜叶、碎肉和胶结的粥。到一岁左右，你就可以俾佢试下食软饭。转变食物质感嘅时候，我哋要循序渐进，千祈唔好太心急。以菜肉粥为例，你可以由稀粥慢慢改为结粥，等 B B 适应之后，再逐一改变菜蓉同埋肉蓉嘅粗油。喺呢个过渡期，有啲家长可能有以下嘅担心。B B 都未出大牙，可以食到肉粒咩？就算 B B 未出大牙，佢都会识得用牙龈嚟磨烂食物。一般九至十个月大嘅 B B 都食到比较细粒嘅肉碎。如果净系俾 B B 食稀糊状嘅食物，可能会令佢第时抗拒粗硬嘅食物，造成偏食嘅问题噶。我谂住俾啲肉碎 B B 试下啦，点知一食佢就甩咗出嚟，仲好似想作呕咁，我又惊啃亲佢，咁点算啊？B B 如果一时之间唔习惯较粗嘅食物，就会甩出嚟，甚至有作呕嘅反应，呢啲都系正常嘅现象。如果你太紧张，反而会吓亲 B B 添。当你帮佢清理好之后，你可以继续俾佢试，不过要细啖啲。若果佢仲系甩出嚟，家长就要将食物再整得诱惑啲，同埋俾啲时间佢适应啊。另外，如果 B B 未习惯咀嚼食物，可能会因为食到好攰而唔想再食。呢个时候，家长可以用奶补充，等佢食饱。加入多样化嘅食物俾 B B 尝试，唔单止可以令佢习惯唔同食物嘅味道，仲可以俾佢吸收各种营养。咁究竟 B B 点样由只系食少少食物用，进展到进食营养均衡嘅饭餐呢？我哋一齐嚟睇下。给 BB 的食物要配合他咀嚼和吞咽的能力，而 BB 在这个时期需要较多的铁质，所以要加入多些含丰富铁质的食物，例如是添加了铁质的婴儿米粉和麦粉、肉类、蛋黄和肝脏、深绿色的叶菜和干豆类。家长要注意，
白粥所含的铁质比婴儿米糊少。 BB 每餐都要有这些铁质丰富的食物，才可以用粥来代替婴儿米糊。鱼汤和肉汤只可以为 BB 提供很少营养素，所以家长要将肉和鱼整成合适的质感给 BB 吃，才可以令它吸收到足够的营养。安排 BB 在上午尝试新食物，可以给家长多些时间观察 BB 对新食物有没有过敏反应，好像皮肤出疹、腹泻、呕吐等。每次只是给 BB 试一至两茶匙新食物，又或者将新食物混入 BB 习惯了的食物给他试。同一种食物连续试两三日，如果没有过敏反应，就可以试另一种新食物。在一岁前， BB 通常容易啲接受新食物，但亦都有啲 BB 要试十几次先肯食噶。万一 BB 唔肯食，你可以过几日再试。当 BB 习惯咗用匙羹食嘢，就可以增加喂食嘅次数到每日两至到三次。BB 开始肚饿嘅时候，你可以先俾佢食固体食物，然后再俾佢食奶补充。到一岁左右， BB 一般每日会吃到两餐粥或者烂饭，再加上一两次茶点或者水果，而吃奶就会减少到一日两至到三次。 BB 吃几多固体食物才可以代替一餐奶呢？当 BB 每餐都吃到半碗至大半碗包含住肉类和蔬菜的粥仔或者烂饭仔，而连续几日吃完之后都不需要再补奶，那就可以代替一餐奶的了。知道了这个阶段有关食物的转变之后，我们现在看看嘉嘉怎样由初初食糊仔发展到每日吃两餐有肉有菜的粥。又是我嘉嘉，妈咪在我六个月大习惯了吃米糊之后，每日都会喂我吃两至三次糊仔，每星期还会给我试吃两种新食物。通常妈咪会在中午给我试新食物，我不是吃得很多，所以之后要吃回些奶才够饱。妈咪还会配搭不同的食物去设计我的餐单，让我得到均衡合适的营养。我记得第一样试的是菠菜，试了两三日没过敏反应之后，妈咪就给我试吃蛋黄。在第二个星期，妈咪就做了些红萝卜和红三鱼给我吃。红三鱼的肉没那么滑，我要嚼下才吞到，吃到攰攰地就没再吃了。之后要再吃奶补充。到了第三个星期，妈咪继续有新食物给我试。今次我吃得叻了，吃到半碗鱼蓉糊仔啊，所以就吃少了奶了。到了七个月大，我已经试过很多不同的食物，每餐还有菜、有肉、蛋或者鱼。每日我还有不同的水果蓉做茶点添。之后妈咪开始隔日给我试吃粥，初初妈咪在粥里加了蛋黄和节瓜，我试了两啖就不想再吃了，妈咪没逼我吃。第二日妈咪将南瓜和皖鱼加入粥里给我试，好好味啊！你看我的餐单现在几丰富。在我八个月大，妈咪再给一些我以前不吃的食物我试，不过今次就用了不同的煮法
同埋配搭，慢慢我就唔再抗拒啦。呢个时候，我嘅餐单入面已经有好多食物可以做出唔同嘅配搭啦。我而家九个月大啦，一日食两餐有菜有肉嘅粥，每餐大概食到大半碗，仲唔使再喺餐后食奶添。妈咪话等我再食得叻啲，就可以试下食通心粉同埋面包。慢慢我仲可以食到剪碎咗嘅大人饭餸，咁妈咪就可以悭翻好多煮餸嘅时间嚟陪我玩啦。妈咪I love you。 总括来说，学习进食固体食物是一个需要时间去适应的过程。好像家家初期那样，食物转变比较大的时候，是要多些时间去习惯。如果 BB 不肯吃，家长就要懂得配搭其他食物，或者改变烹调的方法，令 BB 可以顺利过渡到进食大人的饭餐。六至十二个月的 BB 会开始学爬、学企、发声，会用身体语言去表达需要。在这个阶段，要 BB 自然地发展自己进食的技能，家长要作出多方面的配合。以下我们会探讨一下如何安排一个合适的进食环境，以及如何协助 BB 学习自己吃。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给 BB 拿着食物来自己吃呢？我也有想过的，但我又怕他会弄污糟地方和弄污糟他自己。不如我们听下医生的意见吧。其实给 BB 自己吃是有助他发展自理能力，在这个时期给他学下自己吃东西，可能他会吃得论尽一点，不过只要你安排好进食的环境，就可以安心给 BB 拿着来吃的了。你可以帮 BB 带围裙，饭前和饭后清洁面和手，还有安排 BB 坐在有餐盘的餐椅或者坐近餐台，让他可以容易地拎起食物，再在地上铺上报纸或者台布，那善后的工作就方便得多了。其实进食对幼儿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所以如果你的小朋友伸手想拿东西吃或者匙羹，你不妨给他试一下。在吃东西之前，先帮 BB 抹干净对手，吃的时候不用抹来抹去，这样就不会影响 BB 吃东西的意欲和兴趣了。如果他想自己吃，就自然会挨向食物或者伸手拿。你可以俾啲食物佢拎住食，例如系手指饼、煮淋咗嘅菜框、番薯、红萝卜。家长亦都可以鼓励 B B 用匙羹，食饭嘅时候俾佢哋睇下同埋模仿你点样用匙羹。就算佢仲未曾识用，你都可以俾佢拎住只匙羹摸索下。B B 一般喺七至九个月大，就可以开始学用杯，装少量的水、稀释的果汁或者清汤在训练杯或者普通水杯里面给 BB 揸住。初时你要扶实只杯，将杯口贴住 BB 的下唇，然后倾斜，逐少喂 BB 饮。等 BB 习惯了，就可以由他自己拿住两只杯耳慢慢饮，你在旁边帮他。他可能会倒泻、整湿衫，又或者被水浸亲，这些都是他学习的必经阶段。试得多，自然就会熟练的了。有些家长可能会问，为什么 BB 要这么早学用杯呢？用杯是一连串手、眼和口部肌肉协调的动作，
BB 需要啲時間掌握先至會熟練嘅。當 BB 隻手仔拎到嘢，對個杯又有興趣嘅時候，你就應該俾機會佢嘗試。到一歲左右，佢就會識得自己拎住個杯飲水同埋飲奶，咁佢就唔使再用奶樽，減低蛀牙嘅機會。BB 對周圍嘅事物都好好奇，中意同人接觸。安排 BB 同家人一齊食飯，既可以增加交流嘅機會，亦有助佢觀察大人食飯嘅表現同學習食飯嘅規矩。每日安排 BB 同屋企人最少食一餐正餐或者係茶點，你亦都可以先喂佢食粥，再俾佢上飯台陪你哋食。唔好淨係喂佢。多啲俾佢參與，你可以一邊食一邊喂 BB， 或者俾啲嘢 BB 拎住食。如果餸菜嘅味道同埋質感係適合 BB 食嘅話，你可以俾佢試下嘅。BB 會按自己嘅需要嚟調節食量。佢嘅胃口唔會餐餐一樣，一般喺15至20分鐘內就會食飽。只要家長根據 BB 嘅飽餓反應嚟餵 ，BB 自然就食得開心又輕鬆啦。開始食嘅時候 ，BB 係會比較主動同埋專注。不過，當佢食飽之後，注意力就會開始分散。若果佢食食下停咗落嚟，四圍望，你可以叫下佢，等佢望到啲食物。如果佢表现得想食，就继续喂佢。如果佢唔肯食，你就唔好再喂佢啦。当 B B 食饱咗，通常都唔肯坐定喺度食。唔少家长会用电视或者玩具嚟令 B B 坐定定食多啲。如果咁做，可能会有以下嘅反效果。B B 会养成一定要睇电视同玩玩具先肯食嘅坏习惯。減低 BB 學習自己進食的意欲，依賴人地位。 BB 會因為分心而不知道自己已經吃飽，結果經常吃得過量，這就容易引致兒童肥胖等的問題了。其實兩歲以下的幼兒並不適宜看電視和電子熒幕，因為看電視不單止會妨礙幼兒的語言發展，減少他和人溝通的機會，而且仲會縮短佢嘅活動時間，令 BB 難以養成經常活動身體嘅習慣。與其睇電視，家長不如多啲同 BB 一齊玩，例如俾佢喺軟墊上爬下，咁樣做對佢嘅身心發展會更加有益。除咗俾 BB 多啲活動身體之外，家長仲要幫 BB 建立日常生活規律，唔好俾佢一邊瞓覺一邊食奶。每日同 BB 清潔口腔，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看完呢輯的內容，相信大家對6至12個月 BB 飲食的轉變會有多啲嘅認識。家長應該把握呢個黃金時期，幫 BB 建立健康的飲食模式。如果對嬰幼兒飲食有任何疑問，你可以向母嬰健康院的醫護人員查詢。有興趣學下點樣煲適合 BB 食嘅菜肉粥，同埋點樣幫 BB 清潔口腔嘅話，你可以收睇呢個節目之後嘅知多一點點。以下我哋会为大家介绍一下点样煮适合7至8個月大 BB 食嘅菜肉粥。BB 一餐食嘅份量大概系大半碗粥，1至2湯匙菜蓉，1湯匙碎肉或者鱼，仲要加少少植物油，俾 BB 吸收多元不饱和脂肪，帮助脑部同身体嘅发展。记住喺处理食物之前要先洗手啊！首先，
要煲好粥底，煲滚适量的水，加入预先浸好的白米。如果想粥底结啲，就可以用少啲水，用大火煮滚之后，转中慢火，期间要搅下啲粥，以免黐底。当煮好啲米爆开，而结到又适合 B B， 咁就可以熄火啦。整菜蓉嘅时候，要先将菜洗干净，用水浸一个钟头，然后摘取嫩叶，用滚水焯一分钟，去除有害化学物质。之后将菜叶剁成合适的粗幼，俾 B B 食的肉碎要剁得又细啲。先将洗干净的肉块放入雪柜一阵，稍为雪硬，咁会容易切成薄片。切的时候尽量将肉的纤维切断，跟住将肉片切成幼丝，再切成碎粒，然后用交叉方式剁成肉碎。加少量冻滚水落肉碎，将它搅散，以免肉碎黏在一起。再将肉碎加入已经煲滚的粥里面，一边煮一边搅。当肉碎煮熟之后，就可以加入菜蓉和少少油，滚起就可以吃了。用鱼肉代替肉的话，